我们再来关注黄河开河。为了保证黄河的顺利开河，今年的黄河防总提出了上控、中分、下泄的工作原则。其中，中分指的就是对凌汛水进行及时的分流导控。相关情况呢，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。那截止到这个10点钟啊，整个的黄河开河的这样的进程呢，已经是达到了这个391公里，位置呢是位于这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先锋镇。那么从这样一个数字上来看呢，开河的里程啊，基本上已经是过半了。那么同样的，在这个下游的这个包头以及呼和浩特段呢，这几天也是分段开河，所以说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整个的黄河的开河应该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样一个提速期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，就是黄河的整个的开河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。在今年的内蒙古黄河的这个开河的过程当中呢，一共有6大分流区，那么截止到目前的累计的分流量呢，是达到了2.9亿立方米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在河套灌区，这也是在这6大分流区当中啊最大的一个分流区了。那么它的这个分流总量呢，是达到了2.3亿立方米，也就是说将近80%的黄河的这个凌汛水呢，是进入了河套灌区，最后呢是到达到乌梁宿海。我们也了解到，从本月的25号开始啊，整个的河套灌区的这个分流工作呢，将会接近于尾声。